可以喝咖啡吗？可以啊，这边可以点。好，谢谢。我在欢乐上看到这边的，我是日本的，然后日本的 vlog 写。哦，真的吗？这里吧。哇，真的。对对对，所以我看到这边。可以借我看看吗？好好，我看别人怎么写我们。虽然我也看不懂。哦，去年的七月时候下来。去年的七月。他是日本人的 vlog。哦，哎，这个按这个吗？可以可以。然后我是拍 YouTube 影片的 YouTuber， 所以我想拍，可以拍吗？可以啊。你好，好啊。所以我这样做那个。我看不懂。可以送给你那个 FB 的资讯。那我要一杯拿铁。你要喝拿铁吗？你有在喝单品吗？啊，我比较喜欢的是拿铁。哦，真的、啊嗯？好啊，那你要不要喝看？就是单品拿铁。好。就是可以选一个单品跟我去做成拿铁。啊 ，OK。对，那我会推荐喝这一支去做成拿铁。第二杯，好，那我选这个。好。一个 chef 的 go d d 对。阿莱梅布卡的 natural 鸡吧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可以拍一个拿铁。可以啊。Gold 吗？你们的名字是什么？仙豆美，仙豆美，仙豆对。好，谢谢。对，我们的豆子就是自己烘焙，然后我们都会手工挑豆。啊，这样子。就是像这个是不好的豆子，我们都会挑掉。哦。对。只有好的。然后再新鲜烘焙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你要这边喝吗？嗯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也给我看要做哪里。好，谢谢。快吗？那我念给你听好了，比较快。02-23-41-29-29。23-41-29-29。对。是哪一个？02-Sendome-59-29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哇。先推荐的吗？对对对。Tokutoku Matcha Cafe。嗯。Tokutoku Matcha Cafe。OK。台中的。对对，它很蛮酷的，就是有很多日本的。哇哇。然后日本的东西。好厉害哦！谢谢你。不会。去台中的时候，对。对啊。在台北找到做的咖啡，因为我最近一直喝 Seven Eleven 的咖啡，完全不一样。便宜是便宜，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完全不一样，真的好喝。所以你不喝 Seven Eleven 的咖啡，就是真的很没办法的时候，还是会喝一下。フルーティーでコクがあってうまいです。僕のあの友達の先輩がブログで書いてて、ちょうど僕も前通ってたので来てみたらめっちゃ良かった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プレイスインタイペイ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プレイスインタイペイさんのブログも下に書いてあるので、いろんな台北の情報を発信されている台湾の情報通の方です。ぜひ皆さん概要欄から行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。谢谢你哦，店员的人也非常亲切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れでは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それでは。
Thank you.